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年龄只有18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拉姆赞，身高162公分，体重是52公斤，目前的战绩是4战3胜1负的战绩。裁判格里格在拉姆赞的脸上涂凡士林，这主要是在脸部啊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防止 MMA 选手所戴的这个手套的边边角角啊这样的凸起把脸上给挂破，而形成不必要的伤损。现在格里格在检查拉姆赞的装备和护具。好，手套没有问题，护齿护裆也没有问题，拉姆赞入场。接下来为大家请出的是红方选手，来自中国的孙拉切。孙拉切，18岁的年纪，身高1.65米，比赛的体重也是52公斤。今天是他武林龙中队的首秀，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场比赛啊。很年轻，而且现在体重的话是一个草量级这个级别，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男子比赛当中比较少见的一个级别。看看他今天会在我们的比赛场地中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南方选手拉姆赞，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今年18岁，身高是1.62米，体重52公斤，目前的积分500分，战绩4战3胜1负，掌声送给拉姆赞。红方选手孙拉切，来自中国，今年18岁，身高1.65米，体重52公斤，目前积分500分，武林龙中队首秀，掌声送给孙拉切。场上裁判赵思阳，武林龙中队。
全球功夫盛典必将如约而至，这是所有搏击者的训练盛典，这是全球功夫迷的贺岁狂欢。武僧姬童死神方便领先中国勇士再次上演全中国最高级别的功夫饕餮。2017年1月14日，河南电视台八号演播厅，武林风。河南电视台八号演播厅，武林风 WLF 全球功夫盛典，咨询电话6011111111。全球功夫盛典，武僧姬童，死神方便，领衔中国勇士，为您打造一年一度的功夫饕餮。113-114，武林铁关节，河南电视台八号演播厅，订票热线03716011111。WLF 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雨辰，旁边是我的搭档哈，郑文琪老师。各位好，大家今天现在看到的是一场草量级的比赛，是两个选手都是52公斤，所以比赛当中的速度会很快。哇，上来就是一个高扫，黑色短裤的是乌兹别克选手拉姆赞。而且两位选手都非常年轻，都是只有18岁，在身高方面也是孙拉切只有3厘米的优势。所以两个人上来真的都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对，哇，高扫直接是 K1， 哇，漂亮。哇，孙拉切刚才是保护不利，因为他在那个龙网的旁边啊踩了一脚是没站稳，直接被拉姆赞抓住了这个机会，一个高扫直接 KO 了，太棒了。是的，我刚才还想说这是孙拉姐的首秀，看来真的是经验不足啊，但是好在没有关系，两个选手都还比较年轻，未来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从另外一点说的话，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拉姆赞他抓战机的这个时机把握得非常的好啊。现在宣布比赛结果，44秒，蓝方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winner。我们有请中华台北泰拳协会理事长